首先 ，Clarks 在鞋子领域是制鞋专家，他有近200多年的历史，然后他也一直在不断的创新，然后设计了很多经典的鞋款，而且他也在一直与时俱进，比如说一直在传达年轻啊、时尚啊、开放啊、包容等多元素的态度。穿着舒适体验有什么？体验感啊，首先当然是很舒适，然后时尚百搭，而且Clarks 品牌一直注重的就是工艺传承和原创设计，而且它所有的款式都非常的百搭。对。哦，我今天穿的是 Clarks 托尔的，我今天穿的是 Clarks 的那个休闲跑鞋，托尔休闲跑鞋，它的外形会比较复古时尚一点，而且它中间有一个深胶的夹层，就是环保材质，而且特别时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，跟你们一起见证杭州城市以后的成功飞跃。反问一下，在你心目当中 ，Clarks 是一个什么样的？首先 ，Plus 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品牌，然后它有近200多年历史，还有它是一直不断追寻创新，设计很多经典时尚的鞋款，而且它也在一直与时俱进，传递出年轻、时尚、开放、包容的多元态度。今天早上也是穿了我们 Clarks 的我们的托尔休闲跑鞋，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好不好？没错，我穿的是 Clarks 托尔休闲跑鞋，它的风格是比较偏复古风，然后它鞋中间有一层深胶的夹层，既环保又时尚又舒服，而且非常的百搭。是的，是的。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，有没有你在选择鞋与鞋款的时候，有没有自己的小妙招或小 tips 跟大家简单分享？当然有，首先肯定是要穿起来舒服了，还有就是时尚，还有百搭，然后最主要是百搭，对我来说，而且我觉得无论是什么场合，我出席活动也好，日常生活也好，剧组拍摄也好，都能穿一双鞋子，那么我觉得我在 Clarks 中能够选到非常适合我的鞋。是是是。